一整天挺着肚子，一下这边酸那边痛，晚上翻来翻去就是睡不着，怀个孕想好好睡觉怎么这么难？你们知道吗？随着腹部一天天变大，不良的睡姿或过度扭腰，不只会让孕妇容易腰酸背痛，也会影响骨盆位置，最后甚至会让分娩变得更困难。这时候大家都会建议妈咪要左侧躺，但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因为肚子变大后开始有部分器官会受到子宫的压迫，而左躺的姿势比较不容易挤压到静脉，让血液顺畅的回流到心脏，同时也能减轻下肢血管的压迫，就比较不容易水肿酸痛咯。虽然左侧躺对孕妇比较好，但其实还是以妈咪睡得舒服为主。有了 Alava 全方位孕妇枕的帮助下，让你左右轮躺都能自然睡得好。 Alava 孕妇枕设计为 H 枕型，可以支撑身体的腰背部、腹部、腿部到脚踝的位置，独特的从低到高度的枕型设计，更加符合孕妇的生理曲线，当妈咪侧躺时肚子能自然贴合不悬空，同时释放紧绷的背部肌群来减轻压力，双腿平行夹着枕头维持骨盆水平，帮助腿部血液循环，最后睡到一半想翻身时肚子也照样能撑脱，不受限于一种姿势，才能让妈咪在半夜深眠的时候自然达到最舒服的睡眠享受咯。